应采儿为陈小春诞下儿子，一众亲友喜气洋洋，在第二天开始陆续到医院探望。不过宝宝因为黄疸问题要暂时躺在灯箱里，率先到达医院的陈小春好兄弟谢天华就暂时看不到春宝。未睇到个 B， 未睇到春 B 住啊！啊，即系医院方面好似话听日先可以见到啊。咁啊，咁啊，系啊，听日有时间就都过嚟走啦，转睇住睇住。咁啊，阿小春有冇同你讲啲咩啊？啊，小春有冇同你讲啲咩啊？冇咯，开心咯，啊 B 喺度嘅，开心啦，老婆你帮我。Okay, okay. 是，咁你话先，小妹妹都好戥佢开心，自己都好恨吓，爹哋咁样。唔系，我真系戥佢开心，你话你睇到啊，见到阿小春啊，心底里边笑出嚟都笑。啊，但系自己妹妹都好恨，希望知有啲咩生仔秘方，佢会介绍到俾你噶嘛。秘方啊，我唔知道，我冇问佢啫。谢天华走后，晚饭时间，向华强和太太陈兰，还有儿子向佐，全家到达医院，把应采儿视作亲女的向太太特别开心。反而是氹佢开心咯，同埋系提早咗，提早咗，啱啱好咁巧，7月1日，系佢话知唔知佢依家心情点样啊？系咪好兴奋啊？你有冇同佢倾过电话咁样？冇，未倾过电话。因为系咯，我谂住嚟先去倾咯。系。应该是很兴奋的。是，有没有什么教仔心得可以教给阿丁丁和阿小春啊？不是买机。我想他们都做了很多功课的，两个认识的了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